昨天呢，我们的李博士比丘尼大德，还有我们的明玉法师比丘尼大德，他呢要求我给大家随便的开示一下，因为是语言上的一些障碍，所以我们我呢就是因为大德比丘尼长老要求我这样，我就依教奉行，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开示一下。其实呢说开示呢我是很惭愧的，若说修呢我也不敢跟大家比，若说正呢那我更是一个夺地的业障凡夫，实在是非常的惭愧，所以呢说开示也不敢说开示，就是大家借这样一个殊胜的因缘，我们彼此交流一下，互相学习一下。我就从我的见闻来谈起。我实在是感觉到来到国外让我见到形形色色的我们的服装。为什么我特别在意在谈我们的服装？因为我们的服装可能在我们的服装下面代表了我们学习了不同的佛法。比如说像我刚开始我呢是学习这个密教，我是学习黄教，我的恩师是黄教的格鲁派的。那后来我也有一直去参学一些密教，学习一些密法。你比如说我们的仁波切，他的服装就是那样的服装。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方式的搭衣的方式，我们可能是学的我们中国的佛法，中国的就是从印度传到我们中国以后呢，就成为中国形式的佛法。还有在座的师父，南传的呀，小乘的呀，等等佛法实在是太多了，还有我们的居士白衣呀，八戒女呀，等等。我来到这里以后，见到了非常多的佛的衣服，佛的僧装的形式都是多样多化的。佛在印度诞生2000多年之前。49年讲经说法，在这49年当中呢，佛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佛法，有大乘的，有小乘的，从我们中国的一个说法呢，就是有小教啊、始教、中教、顿教、圆教。佛在49年当中呢，他讲了有很浅的佛法，也讲了中等深度的佛法。也讲了最最最深的、最最最究竟的佛法。那么佛讲了这么多年的佛法以后，到如今的我们是佛的弟子，通过佛陀在讲49年的法上，我们又通过翻译成各国的不同的文字，那么又在这个基础上，它就更加增加了它的多样化。这么多这么多的佛法，真是就像我们中国的光大藏经翻译过来的经书都几箱很多。那么你们的教派我们的教派，你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你们的衣服我们的衣服，都不相同。那么在这众多不同的形式下的佛法，那么它有没有真正的一个共同的佛法？就是说传了这么多，佛说了49年，传到中国的，传到泰国的，传到世界各个地方，这么多的多样多化的佛法，那它的共同性是什么？它的唯一不变的是什么呢？所有的各式各样文字的佛法，各式各样形式的佛法，它这个不变的宗旨，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是一定要知道的，这对我们的修行和度众生是至关重要的。我现在比个例子，大家看我的眼前是你们的背后，就是一棵树。这个树呢，它有很多的树干，那么树干上还有很多的叶子，每一片的叶子我相信都不相同，每一个树干也不相同，但它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树根。而这个树根是最重要的，这个树根是需要我们用精心去培育它、爱护它，然后这棵树才能够更加的茂盛。那我们多式多样的佛法
就如同树叶或者是树杈。那我们不变的佛法的宗旨就如同树根。那么佛法的树根究竟是什么？多是多样的佛法不变的宗旨是什么？佛法的根本和它的宗旨，从大乘教义上来讲，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毕竟成佛。小乘的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小乘人会说大乘非佛说，其实我们不需要有这样子的自我封闭的思想来看待佛法。小乘如同树杈，大乘也如同树杈，藏传也如同树杈，汉传也如同树杈，所有的佛法都是这个树上所长的每一个树杈。你看这一个树有很多的树干，有很多的树叶，彼此之间认为我这个树叶跟你那个树叶没什么关系，我这个树枝跟你那个树枝也没什么关系，他们彼此都认为小乘小乘怎么怎么样，大乘说大乘怎么怎么样，显教可能说显教怎么怎么样，密教可能会说密教怎么怎么样。就如同这个树上的每一片叶子，他觉得我这个叶子跟你那个叶子没什么关系啊，所以说认为都是彼此独立的分开的。其实每一颗叶子每一片叶子之间它们连的是根，每一个树枝之间连的还是根，所以小乘连的是树根，大乘连的还是树根，南传连的还是树根，乃至藏传显教密教等等，只要是佛法它都是从一根本佛法而展开的。曾经有这样说法，就说小乘人说大乘非佛说。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僧人，科技如此的发达，信息也如此的发达，交通如此的便利，由于现在就是人家说了地球都变成了地球村，就是一个地球啊都显得这么小，那我们的佛法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融通的。我们可以学小乘的，可以试图我们学一下大乘，那么修学大乘的也可以试图学习一下小乘，学显宗的可以学习一下密宗，学密宗的可以学习一下显宗。小乘也好，大乘也好，显宗也好，密宗也好，它都有它独特的优点，并且有它之间的连带关系。他们之间不但有各自的独特的优点，并且各自之间有紧密的关系，还有他们之间有最终要达到的最极目标。我先谈一谈他们各自的优点。就从我真实的感觉，我来到泰国以后，我就感觉到泰国的人真的，居士也好，八戒女也好，视叉尼也好，比丘尼也好，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的虔诚。你看他们跪着拿东西给师父，让我感觉到立刻超越时空，回归到佛陀在世的时候的那个时候佛法的形状形象。他们的三衣一钵，尤其他们的钵，是我在没有去印度没有来到国外之前，我只是在照片上见过钵，这回我来到印度来到泰国，我真实见到了钵。我都出家20多年了，这几年才见到了这么大的钵，让我感觉到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是这样三衣一钵行走在每一个土地上，来到每一个有缘的众生的面前。泰国的师父的神情展现出如此清静安详不贪不染的状态心境，我就会立刻的从他们的身上明白，当年的佛陀当年的僧团他就是这样的清静的，到时间去托钵拿着三衣一钵，就是这样清静无染自修利他。佛陀当年树下一坐，日中一时，
讲经说法，然后树下结集很多很多的众生，听闻佛陀的正法，在你们的身上，我立刻感觉超越2000多年前僧团的一个现状。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身上凝缩着佛陀的影子，凝缩着正法的形象。这是我泰国，我来到泰国，泰国的僧侣师父们，泰国的居士，泰国的佛法给我的第一的感觉，也是你们小乘独有的，这个没有办法能够别人能够表现出来的独特的优点。那么大乘呢，大乘它的优点呢，因为大乘的思想它已经开始讲入到空的思想，讲到佛法佛性的思想，也讲到如来藏等等这些最究竟的义理。大乘的修行者，比如说中国呀，藏传的汉传呀等等，只要是修习大乘佛法的佛弟子，那么大乘的修行人呢，他因为讲到了佛的心比如说中国的禅宗等等，那么大乘呢，他注重在心上，也就是佛的心，佛的最根本的义理上面。那么大乘的义理，空性的思想，佛性的思想，由于我们佛呢也叫空王，那么由于我们大乘的修行人，他注重于佛心佛性空性的理念，因为他注重心，注重理性上的东西，所以呢他可能不太在乎不太在乎，当然也不是说去触犯事项上的东西，那么他更追求的是心性空的理念，无量的慈悲的心。由于对空性理念的理解追求，所以展现出来的慈悲心，那么他的慈悲喜舍这些等等的利益众生的心，所以大乘行人他的慈悲心非常的深广，他可能为了救度一个众生会舍弃自己的一切，为了行菩萨道他可能会舍弃自己所有的利益。而这个慈悲心菩提心是成佛的摩尼宝，所以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没有了空性，没有了菩提心，他就不是大乘人。虽然小乘大乘它有它不同的特质，但是我刚才谈了小乘的特点大乘的特点，那么他们之间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关系呢？不是的，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如果一个小乘人最证到了最高的阿罗汉以后，他要进一步的发慈悲心菩提心，最终追求成佛，也就是说修学小乘最终证到了阿罗汉果以后，我们要继续的修学佛道，修学大乘。所以曾经说大乘非佛说，在现在这样一个科技如此发达，信息也如此广泛的世界，我们也一样打开自己的思想，敞开自己的脚步，然后去体会一下大乘究竟在讲什么，我们在学什么，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优点，有什么连贯。所以一定要把我们修行人的心打开。你看虚空，因为虚空如此宽广，所以万物都在它的中间存在。你再看大海，大海能容纳所有的百川，所有的流河，所有的流溪流都被大海所包含。所以我们不变我们的宗旨，我们学小乘的把小乘学好，我们还要有虚空大海的心量去试图的学习大乘，学习其他的教法。那么大乘的修行人呢，也要，其实大乘不是空中的大乘，大乘一定是在小乘的基础上，在戒律的基础上而修学大乘的。所以他的慈悲心和他的空性的智慧
完全是建立在小乘的出离心的基础上，才能够进一步的产生慈悲、菩提和空性的智慧。所以出离心、菩提心、空性见，它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小乘、大乘是不能分开的，不能说学大乘的人不去在乎事相，那说明你的大乘也没有学好。如果一个大乘的修行人不持戒，他也不是大乘人。所以小乘也好，大乘也好，汉传也好，藏传也好，它之间是连带的关系，不是分割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是树根。佛法虽然很多，但佛法最根本的是令一切众生成佛。我们所有的佛弟子，我们都要最终达到的是成佛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要扎扎实实的把我们的出离心、把我们的戒律、把我们的小乘都要修学好，再把出离心、小乘、戒律都修学圆满之后，我们必须要激发我们的菩提心和空性的智慧。有了菩提心和空性的智慧，我们最终就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成佛度众生了。所以佛法不是空中楼阁，但佛法不是空中楼阁，但佛法也不是只有一层。所以我们在建立在戒律、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就如同我们的楼房打了一个非常深的地基。佛法也不是只有一层，它是一个高的，就是用我们中国话叫摩天大厦，就是它非常的高，跟天都接了。所以佛法既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只有一层的矮房子，佛法是一个地基非常深、高度非常高的摩天大厦。当我们真正的走到了这个摩天大厦的佛法的高楼上，当你走到最高顶的时候，你才能一切尽览于你的眼底。这时候你就知道，所有的各个国家的佛法、各个宗派的佛法、各个文字的佛法，都在我这一个高楼大厦里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这众多的佛法、文字、大乘、小乘、教义、实修法门上，不能在这些种种的形式下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也不能固执自己的一宗、一派、一个法门的小小的圈子里。所以佛也说，哎，佛法从一转为多，从一转为多之后，我们学了各式各样的佛法，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智慧从多回归一。刚才呢，我给大家分享了第一个大的内容，第二个大的内容呢，因为我们的李博士比丘尼大德，他想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楞严经》，因为《楞严经》呢，我在学校里讲了16年。然后又学习16年，又写书，写了台湾版本有出过，我们中国最有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再一次的出版50万字。所以呢，我们的李博士比丘尼大德师父，他很慈悲，想让我把这个我的在这么多年所学到的供养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这部大乘的经典，就是我讲的这部经呢，它属于一部大乘的佛法，它的字数有6万多字，而且它的文字还很艰涩很难。那么这部经呢，它虽然字数很多也很难，我就用7个字来把这部经给它概括了。现在呢，我就用7个字，我说一个中国字，你们不管是哪国人，你就跟我学这一个中国字儿，然后听完了以后，你说我学了这几个中国字儿也挺好，就不用翻译就好。第一个字儿是悟，第二个字儿呢是修，楞严经的第三个字儿呢就是正，然后七趣，最后是五摩。
楞严经呢就通过这七个字儿，然后呢就是这六万多字的概括。那么我现在就大致的说一下这七个字，也明白一个修行的道路。比如说楞严经的悟，那它悟什么呢？楞严经的悟，它是一个大乘的开悟，它是一个对佛性的开悟，对空性的开悟，缘起性空的一个开悟。它不是一个小乘的开悟，是苦集灭道啊，十二缘起。因为它是一部大乘的经典，它所悟的也是和小乘、和人天、和外道不相同的。我们在梅林之前呢，我们的明宇法师大德他说要来我们这一个禅修的地方，后来我就在想，禅修要是学禅的话，除了你们泰国的禅，我们中国还有一位大禅师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六祖大师。中国的六祖大师他的肉身到现在还存在，所以六祖大师在中国的禅法，作为禅修的人，作为禅修禅定的人，是应该去学习的。六祖大师的这个禅，他就是直指了明心见性，跟我说的这个悟到了这个佛性和空性，这个禅法是相通的，都是大乘禅。那么想要成佛，想要成大乘的果位，一定要有这样的开悟。在这个开悟的基础上，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楞严经的第一个字悟，那么悟了以后呢，就是修，一定是在开悟的基础上才谈修的。那么楞严经呢，讲了25个菩萨，所各个讲了自己的修行的法门。虽然说是25法门，其实呢，在各个教派里都有无量无边的法门。这所有的法门，如果想成就大乘的果位，就一定要在开悟的基础上去修。这个就是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大乘的门吧。如果你没有开悟，你所修的一切的法门是不能成就大乘的果位的。楞严经所说的第三个字呢，就是正。在讲正位的时候呢，它清清楚楚地描述出佛陀是如何在这一条菩提路上正悟的情况。这个修行和正悟的这个过程，只有佛陀才能描绘出来。小乘、凡夫、外道是无法描绘出成佛的修行的情况的，也就是正的情况。比喻说一个山，我们从山底下走到最高的山顶，只有登到了山顶的人才能够描绘出整个从山脚到山顶的所有的风光。那么佛陀整个的修行的道路，就是从山底走上了最高的山顶，也只有佛陀才登上了最高的山峰，凡夫、外道、小乘都没有达到山的顶峰，所以他们都不能描绘出整个从山底到山顶的全部风光。所以在楞严经和大乘的佛法当中，佛陀才如实地描述出整个的修正的情况。那么这一个完备的修行道路的景象的描绘，只有佛陀，也只有佛陀才能够如此详细完备周全地描述出来。在楞严经里他描述的这个过程叫实信，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呢一直到实地，最后到等觉妙觉，最后成佛，这样一个位次。字来说呢，就是55个位次，或者说60个位次。这些55个台阶，或者是说60个台阶，他在描述什么？其实就是在描述佛陀在成佛，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从小乘到大乘，大乘菩萨所不同的到达了不同的位置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神通、智慧、妙用、慈悲，也就是说
在佛陀还没有登到最山顶的时候，他中间过程就是菩萨的位次。那么菩萨位次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的境界，自利利他的种种的无量的智慧和神通的妙用，就是说上的山，山的上到山的中央中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景色，我们再往上上再往上面上的时候，又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所以这55个位次，或者说60个圣位，是对菩萨境界的描述，非常的精彩。就如同我们从山脚下一直爬爬爬爬到山顶上，一路的风光令人陶醉。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的就是楞严经的正那么下面呢就是七趣。七趣呢是楞严经一个特有的名词，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生死轮回。在楞严经里谈这个六道轮回，谈这个七趣，是让我们要好好的持戒，好好的断恶，好好的行善。先从断恶行善持戒，那我们跳出了六道轮回，那么我们证得了阿罗汉果。那么再进一步的，连善和恶我们都要超越出去。超越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做一些善法，但是呢我不是沾沾自喜，看我做了多少善呢，我就执着善呢，就是不执着的意思。我们超越了善恶，那么我们就可以究竟的远离生死六道轮回。最后呢就是五魔。五魔是什么意思呢？楞严经描绘了就是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在禅定的过程中，或者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这些境界有善的有恶的。那我们修行人都要用空的智慧去对待它，然后不执着它，最终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往菩提，往佛国去靠近，不会被这些境界所迷惑所障碍。所以一部楞严经呢，它就是悟修正七趣五魔，它是一个完备的修行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好，是让我们整个一个成佛的一条菩提路，就是修行的路。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想稍微再谈一下，就是我们确实应该放开自己的思想，确实应该去参学。中国有一个和尚叫赵州和尚，他是一个大禅师，有句话说赵州80游行脚，意思就是赵州和尚到80岁的时候还到处去参访学习呢，参学。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去学习，应该放开自己的思想，不要局限于自己的教派，不要局限于自己的法门，去学习，去打开眼睛看世界，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优点，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你也会发现他们之间的次第。本来我们佛弟子就应该用空性的思想去对待佛法，对待一切的人事物、生活和修行。愿我们刚才讲和听的功德都能够回向法界一切的友情，早日离苦得乐，早日成佛。最后祝愿大家都能够早日正果，早日成佛，身体健康，吉祥如意。感恩我们的李博士比丘尼大德、明仪比丘尼大德，在座的所有的喇嘛师父、出家师父、居士们，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好，我是曲尼东陀，我现在成立了这个台湾藏传佛教网络电视台，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努力的方式来要支持我们，也是护持我们，谢谢大家，阿弥陀佛。